是，就打死你，打不死也不会是。大摆的那个吧，为什么打死都是不会是？为什么？何必呢？范玮琪受访时同样有谈到张韶涵，仅客气表示：“铁娘子啊，很好啊，很好。”受访内容公开后，张韶涵一番言论被指 diss 范玮琪造型，过去双方不合穿纹也再度被翻热议。汉范2015年上《康熙来了》时，意外爆出2010年和张韶涵为争取发片资源一姐宝座，进而撕破脸的传言引发双方粉丝论战。当时范玮琪骂张韶涵瞬间成了热门话题。事后陈建州被问此事时，则坦言二女之间确实有误会，但不是大不了的事。他们对于彼此的看法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，传来传去之下，误会就多。